比用姐姐再次出动，寻找武力学习模范生。Go go go！ 看似一般的小朋友，却有着非一般的故事，更有着充满热忱的生活态度。妈妈，你会继续挑战练习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做每件事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。她说：“妈妈，我知道你很累了，我要快快好起来，我要带你回家。”不想让他们担心了。我最赞之星 Astro 小太阳，星期日下午6:30及晚上8:00。